Class One 通过 MBC 选秀节目《我的少女时代》出道，组合平均年龄16岁。作为有粉丝选择的偶像团体 ，Class One 最大的优势在于他们丰富多彩的魅力、七种不同外貌和个性，以及已通过节目认证的技能，让 Class One 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和记录。出道三天内，从 I'm It I'm 倒计时开始 ，Class One 就出现在了音乐银行、Show、Music Crew、人气歌谣等节目，呈现歌曲 Surprise 的粉丝服务舞台，并获得了观看量第一的好成绩。NMAX 预计将与 Class Y 并驾齐驱 ，JYP 为 NMAX 制定了聪明的营销策略，出道前就提前开启首张专辑预售，刺激粉丝的好奇心。出道后不久，所有成员都是声乐、舞蹈和视觉全能者的假设，引起粉丝期待。出道单曲《Demon》也展现了惊人的人气，登上了女团出道专辑榜榜首。与 Twice、EG 等成功的 JYP 资深前辈相比 ，NMAX 在全球 K-pop 市场受到关注。谁将成为今年春季新人女团大赛的冠军呢？全球 K-pop 粉丝正在关注 Class Y 和 NMAX，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爱豆韩社，每日解说最新韩娱，晚点赞和订阅哦。